它是什么样的小剪刀吗？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小剪刀，这是缝纫用的剪刀哦。是用这样的一个利器，它因为它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所以它那个就已经是折断过了之后，它可以拿着这个东西挟持了五个人，甚至刺伤五个人之后，逐步取得枪械。那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其实大寮监狱必须要讲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谈判的过程来讲，您刚刚也提到，这六个人有没有可能被各个击破？对。我们必须要谈的是说，最后的结果当然看起来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肯定说只有这六个人啊，他们自己牺牲的啊，就是后来自尽了，那其他人都没有受到伤害。可是同样在这个报告里面也显示了另外一件事情，是在里面负责谈判的典狱长，他跟在外面负责掌控的所谓的矫正署的署长，还有包含那个检察官，完全不同调。对，为什么会提出来？你看这在这个地方哦。我们现在大家争议都是有酒的那个部分嘛，哈，就为什么要送酒进去？你看，在2:17到2:27的时候，事实上在12:18的时候，这时候收容人就开始要求供应饮酒。好，可是这里面很特别的是，他这里特别写出来说，在外面负责的这个谈判的这个检察官呢，告诉这个郑立德说，哦，我们会先送槟榔，然后送酒的这件事情呢，他们觉得不好。可是呢，这里面你看，好，玄机来了。郑源将电话转由陈典狱长，还用一个引号说服矫正署吴署长配合要求，还特别写了一下说矫正署长不愿配合陈典，不愿接受陈典配合要求的游说。你为什么没事要把这个东西给框起来？你为什么要把它特别强调说是这个典狱长要求要说服署长，可是署长不同意哦？显然这个是有争议的嘛。对，那有这，所以我就回到了一个，其实汪教授，我们最近在很多节目里面同台，大家都在讲到说谈判的过程当中。到底谁是第一线的指挥官？那我在实际上跟人质在负责谈判的过程当中，我所做的决定，那我后面的人支不支持我？从这个部分你来看，你会发现到谈判的人根本完全就是两件事情。一直到什么时候来？一直到这边2:35的时候，特别写清楚了，陈典狱长电联大门同仁请求，用请求这两个字，请求接送烟酒。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已遭到严重的威胁。所以这过程当中我必须要讲，你看这样从12:18一直到这个时间2:35说已经到这个生命圈，这两个多小时陈典在里面遭遇到什么状况我们不清楚，可是从文字里面来看确实感觉到是危机的。那有没有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因为其实你如果再回来看这里面的整个报告里面，其实这六个人其实有多次的透露出，我表达出一个需求，如果我可以达成的话，我愿意缴械。是。我愿意缴械，一直到后面甚至要到开枪前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在他们自己的报告里面也特别还强调的就是说，好，他们最后呢要求就是说，这个戒务科科长出来之后，他要求说10分钟之内让张安乐进去入内将器械投降。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负责谈判的人他会有他很多的考量，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必须替他们考量进去。可是是不是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在这一次的谈判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负责谈判人员是一昧的拒绝？我所以拒绝就是说我们完全没有想要跟你谈判的空间，而是你讲什么对吧？我们甚至看到讲说，哦，当时不送酒原因是因为担心他们在里面做酒精炸弹。是。这会不会离谱到一个极点，拿这个都出来当作借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夸张了。就是说，怎么会说用这个来做呢？我插个话哦，我们据我所了解是，那为了那个我们矫正署的署长为什么要去练那个声明？就是说你如果练了，我就放一个人嘛。好，所以他有人质疑说，你是官员，什么歹徒叫你练声明，你就是练声明。原来是有谈判的条件，是说在为了保护人质的前提之下，你如果练了这个声明稿，虽然有点好像很显尴尬的情况，但是他愿意放戒护科的科长出来的时候的前提，他练了，所以练得结结巴巴，但至少在媒体接受到有了，好被骂了。但是人有没有放出来？没有哦。所以当他的囚犯用这个当作谈判条件，但是没有放人的时候，再来提出另外的要求的时候，我靠，人都不敢叮当了。这就是我想可能有这样的考虑，因为他有什么三度出尔反尔，拒绝，对不对？对啊，你送到底该不该信他？你送衣服来，我就做放个人。你电视，我们想看电视，你把电视搬进来，电视是搬进去了，费了好大功夫搬进去了，然后呢，人没有放了。好，最后不然我们写个声明稿。来拿纸跟笔给他写完之后，郑立德写完之后念了，好，那个这段期间是那个谁，那个议员有进去，李议员有进去谈完之后，就拿了2张啊3张的纸出来啊，是念了，念完之后呢，
没带，没人出来。所以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你的挟持仁慈的这样的一个囚犯，并没有做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承诺的时候，下面的人当然不敢。玉琴，对，所以我的重点就回到这一个，就是说我们并不理解当时现场的状况，所以一定是第一线的人判断为主。我们现在只是从法务部所公布的这一个资料里面，这个是法务部的资料，这不是我随便凭空杜撰的嘛？我们来检讨，就是说这中间有没有有一个可以更好解决的一个方式？对，六个人质都六个囚犯到最后是引弹自尽。是，我说更直接一点点。那这中间我们所有的疑点没有了，没有获得解答的空间了。这六个人到底是怎么拿到那个剪刀的？是怎么弄出去的？现在完全只剩下狱方单方面的说法了，不是吗？是，那个疑点才是我们大家想知道的，包含他到底怎么是弄到枪的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到现在为止都很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我现在从最后的一个结果论回来看，当然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出尔反尔，有没有怎么样，那我讲当时这个副典狱长在跟张安乐在媒体镜头前面那一大段的对话，有没有情绪性在里面？到时候大家在那边讲说我是为国家，我是为保护谁谁谁，那个已经脱离了整个谈判的空间。那你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你里面的人他透过一个电视，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外面哦，原来大家安尼差噶呢。我不认为，我当然认为这中间有很多值得检讨的空间。可是我们并没有否定说所有的人在这整件事情上所做的努力，包含你说啊，他迫不得已什么，第一时间我相信很多媒体人也在批评，就是说啊，你怎么可以一个署长的一个身份来看？好，他现在讲说这是我谈判过程当中我们答应。的条件，希望换取什么？我觉得大家可以理性来讨论。只是在这整个事件上面，我们认为说，就最少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狱方有太多的疑点是没有解释清楚的，包含是不是到最后一定要说以六个这人的六个人拿了弹之后，因为你去看他的诉求跟他所最后的这个结果来看，事实上他的诉求并不是那么严重到一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包含六个里面也有人刑期没有严重到这个样子啊。是这个汪教授，您可不可以谈一下，就这次这个谈判的过程啊，的确应该还是有改进的一个空间，到底是哪一个环节有瑕疵呢？或者是说其实是大家意见不一，所以是乱成一团呢？您自己在旁边您怎么看这件事？我想一个，我不管是哪个国家发生谈判，它总是有一些原理原则可循的哈。总共有大概五个原理原则，第一个就是说要化被动为主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谈判情况之下，大家都属于一种所谓的阻塞的状况。换一支这个劫持者劫持的人质，可是他因为被执法人员封锁在那个里面当中，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很多的动作。同样的呢，这个执法人员呢，因为人质在这个所谓的劫持者手上，所以他也被限制做很多的行动。所以在这么高压的情况之下，就必须要靠什么？靠谈判去把这个问题做解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几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化被动为主动。对，换言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么样慢慢的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劫持者的他这个所谓掌握主控的情况下，慢慢转换成被动。第二个就是说，要让劫持者所有的这个互动空间呢，或者互动的这个对象越单纯越好。那第三点就是说，要切断所有劫持者跟对外的通讯啊，换言之，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接触管道，除非是执法人员愿意给你。那第四个就是说，谈判者的这个定位角色要明确，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要谈判策略。那第五个就是必须一定要封锁线上。所以我如果我们从这五个原则去检视的话，我们就发现到说，似乎是有一些这个对您的一个检视。对，我们一个检视，我们来看，例如说我刚才提到了典狱长，当然他的勇气可嘉啊、哦、可是典狱长进去之后，刚才也有我们的提到了哈、哦、就是说我们不要讲说要价筹码高与否，而是说就以这个所谓的劫持者的心态上来讲，他会不会觉得说 OK， 我可能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我可能得到更多东西的一个情况之下，可是最后我没有，我是不是失望更大？所以换言之，我可能连最后都没有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就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举动产生？第二个也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所谓的有些酒啊什么的状况哈。那么今天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劫持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谈判过程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让他情绪稳定，当最重要就是说让他生活上的这个需求得到满足，例如说给他提供饭，提供这个所谓的茶水等等哈，但是提供酒是比较不常见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酒后乱性，对，特别是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酒会不会没有办法平复他情绪，反而会让他更激发一些豁出去的感觉？还有，为什么到最后会有拿到这个酒的需求？那之前为什么要走到最后这一段？很多事情我们是现在事后检讨，可是如果说在最早之前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按照一些所谓谈判的专业去进行的话，会不会就不会到这样的程度？例如说，第一个，他结识到这个所谓的三位狱警，一位替代役男，那么就让他结识三位狱警替代役男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去换过来？好，那么换过来之后的这个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他的后遗症会不会就像一个双面刃一样？你安抚情绪的过程当中，他失望可能会将来会更大。那我们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谈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谈判结识的时候，我们会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哈。是。那么就是必须要去掌握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当然时间要能够让他缓和下来，情绪能够让他慢慢的稳定下来。对。但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不要让结识者自杀。是，但我们却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不乐见的结果。那么等一下呢，我们也要特别还要从一个狱政管理这个角度来探讨。典狱长在刚刚稍早访问的时候，他也坦诚确实是要检讨了。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告诉您今天稍早典狱长他自己怎么说。马上回来。